这匹小马需要汐月的魔法帮助。这匹小马需要汐月的魔法帮助。这匹小马需要汐月的魔法帮助。技术上，天马不需要使用楼梯，不过这匹小马倒是很习惯的。很时髦，你要把它放在水晶灯塔的什么地方？Redwood 来了一辆旅游大巴抵达了，但那些独角兽把行李散落在了西风高地的各处。你能帮忙把行李拿回酒店吗？做得好，现在把它们带回给小马。干得不错，这下行李都齐全了。这匹小马许愿自己能够获得协调感，能够跳出新出的快步舞，让自己的蹄子在空中挥舞。
一天，这匹小马跑去小马湾，发现沙滩上真是令人放松无比。这匹小马要把重要的信件送到女王那里，但一阵强风把信件都吹走了。你能把信件都找回来吗？你拿到了这么多，现在把它们带回来。好呀，你都找回来了，谢谢。女王会对你做出的工作感到高兴的。这匹小马排了几个小时的队，就为了这些小马国王的门票。但这匹小马意外把票弄丢了，你能赶在表演开始前找到门票吗？在时间耗尽之前，尽可能找到更多。快点，快点！
一张门票好过没有，但只能有一匹小马去了。放在水晶灯塔里一定非常棒。